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 一站式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今天是7月5日，星期五，我是 Mike。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金融市场走势。澳洲股市在昨天继续创下过去11年半以来的新高。由于银行股的全面上涨，使得澳洲股市昨天收盘上涨 0.3%， 首次爬上6700点大关，目前的报价为6714点。中国方面呢，上海和深圳则有大约0.3%左右的下跌，最终大盘指数是成功的守住了3000点大关，但是呢，整体来说啊，这个沪深大盘也是下跌，约在0.3至0.4之间。欧洲方面，英法德平均的涨幅跌幅呢，都控制在0.1%左右，整体是保持了不变。美国三大指数则继续创下新高，其中道琼斯指数更是创下了26998点的记录，逼近到目前的27000点大关。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1419美元一盎司，另外油价呢则恢复至56.70美元。数字货币比特币在本周上下波动达到了15%，从周一的不到10000美元，目前大幅反弹至现在一个比特币报价为11500美元。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跟大家着重说的呢，就是现在澳大利亚的经济情况。我们知道澳洲昨天公布的零售业数据和包括刚出台的这个新增就业岗位数据呢都不理想啊。那么这也是建立在澳洲六月和七月连续降息的背景之下。为什么澳洲的经济和欧美特别是美国相比表现差异会如此之大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方面。那么在六月和七月连续降息之后，我们知道澳洲央行也是急于想拉动澳洲的经济，让它快速的恢复。但是周四公布的数据来看呢，澳洲的零售业数据依然不太理想，新增的零售业数据的增长只有0.1%，低于了预期的0.2%。另外呢，在新增的就业岗位上呢，过去三个月的数据也是低于了上一季度的同期水平，这表明目前澳大利亚的目前就业市场新增的岗位或者说空缺的职位正在减少。我们知道呢，在发达国家中呢，其实呢，这个并不是说工业或者制造业或者农业是最重要的，恰恰呢相反，第三产业服务业才是占据着这个经济比重高达50%以上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什么是服务业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去买衣服的商场、吃饭的饭店啊，甚至于买一杯奶茶的街边小店，包括了这些红酒啊。像这些奶粉啊，甚至于我们的金融啊，包括了金融的公司啊，银行、证券、保险等等等等，甚至于家政服务以及清洁，这些都属于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虽说这些东西并不能让火箭上天，或者说呢，并不能创造出啊多么优秀的科技水平，但是呢，服务行业却是创造就业职位最多的一个行业。因此服务行业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经济，包括呢特别是这个就业领域的强弱关系。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到这个澳洲现在特别是央行特别重视呢零售业市场，我们看到呢它极力想提高现在的消费能力，因为消费好，商场饭店等等这些商店就会好，好了以后呢雇佣的人就会多。所以说千万不要小看就业这个零售业增长或下跌 0.1% 上下 0.1%， 可能这 0.1% 对于一个商店来说就影响着啊下个星期请人到底是请三个人还是四个人。那么如果每一个商店都差那么一两个员工，全国加起来几万个商店差别就非常大。所以我们说到呢，为什么说澳大利亚的央行急于想提振零售业数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零售业数据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特别是普通的就业岗位。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现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和美国差别的确是很大啊。美国经济目前不断的在走好，失业率包括的经济的这个数据都非常之强劲。其实澳大利亚呢，从90年代初到现在呢，是经历过接近于30年的快速增长，啊，对比其他发达国家，比如说日本，比如说德国，年均增长率仅仅只有0.1%到1%之间。澳洲在过去30年平均达到3%至5%的增长水平，实属罕见，啊，
所以说现在呢，虽说经济呢是有一些放缓，但是总的来说也在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呢也有 1.5%， 虽然不到 2%， 但对比日本在过去十几年几乎停滞不前的水平来说，其实已经好很多了。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呢，澳大利亚的经济和美国经济其实是不一样的。由于美国有完善的工业体系，而且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因此美国经济很多依靠于内销，也就是内部的消费。但由于澳洲的人口基数总共只有2500万，而且分散在这么大的国家，因此它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但是由于这个人口市场实在是太小，因此呢，它无法通过强大的内需来达到经济的发展。那么就相当于你做了10个面包，家里只能吃2个面包，剩下8个怎么办？那只能卖给外面的人。因此在过去的30年中，依靠中国强劲的铁矿石需求，澳洲呢也是搭上了这波快车。那么既然是靠着中国起飞，那现在中国的需求下降，或者说经济放缓，影响最大的也是澳大利亚这一类的资源型出口大国。所以我们看到呢，随着中国的经济从 7% 下滑到 6.8%、 6.7%、 6.5%、 6.4%，澳洲的经济也随之遇到了困难。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呢，目前就2500万人口来说，而且澳大利亚作为发达国家，特别是旅游大国、教育大国、第三产业大国，其实应付2500万人的就业还是绰绰有余的。就像最近有些朋友问我，澳洲会不会发生2007年的金融危机一样，股市崩盘、房市崩盘。我个人认为呢，虽说不可能说是100%，但是我认为99%是不可能。因为2007年当时美国突然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突然二字。在当时呢，政府也好，美联储也好，都没有做好准备。突然之间雷曼兄弟和贝尔斯通2-3天之内就倒闭了。在当时美国的金融市场，所有的公司都没有办法从银行拿到贷款。所以事发突然，使得美国的当时的金融环境呢，从高点瞬间掉到了冰点。那么这种突发性和这种意外才会造就了巨大的伤害。从现在的澳洲经济来看呢，虽说经济的速度增长是放缓了，但是不论是政府还是央行还是银行还是民众，都有了很好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大家已经准备好来面对现在经济逐步在放缓这么一个事实。所以说不存在着美国2007年一样突然从好日子变成冰点这样的突发性事件。因此由于大家几乎都是做好了准备，央行也是在2个月之内连续降息，甚至于在未来4-5个月还有可能再次降息。所以说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呢，很难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特别是我们知道6月、7月降息，在圣诞节之前还有第三次降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即便是经济有些放缓，但是我相信股市的增长将会足以抵消掉我们在经济其他领域上的造成的一些损失。所以各位投资者千万不要错过这次连续降息背景之下的股市大涨。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欢迎您收看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我们下个星期再见。